这一波，哇，这一眨眼没见，对方先是五级了。五级之后还是升的三级闪电链啊，这三级闪电链就是专门针对你的猎头。好，这个九级的一个花岗岩还是被灵挂告给收掉，打了一个面具，面具对于深渊领主来说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道具，但是自己的猎头被对方的闪电闪的真的是血量掉的太快了。好，靠蛇棒稍微拖一下时间，对方先知三阶闪电链又闪一下，这灵呱呱一队的猎头都要被对方的先知直接吃掉，怎么办？灵呱呱现在是连在野外正面也打不过了，哇，深渊领主，深渊领主会被秒吗？我们看一下关键时刻，三级治疗波还是给力。现在灵呱呱26人口，对手52人口，整整高你一倍的人口。这一波三先知又来了，呵，我就过来放闪电链，闪你一下，再闪你一下，哇，农民这再闪一下要倒一片。这对手养猪了，养猪了，灵呱呱现在怎么办？家门口都出不来了，哇，又一个闪电链，两个猎头倒下。灵呱呱的这辈子没有这么打这么委屈的仗，太难受了。对手的先知身上的话，哇，又递了一个大蓝过去，这三级闪电链我又来了，啪啪啪啪啪，农民又倒下两个。这先知马上来，又一个闪电链，好，先知继续来，哇，又是一发闪电，完了完了，灵呱呱家里要被这个闪电电得连自己都认不清了。这好，幸好对手先知蓝，蓝，这还有一个蓝屏，我的天哪！三级闪电链，灵呱呱真的要被电出阴影来了啊！先知找个位置，我又是一发闪电链，这小苦工连忙钻地洞。那先知找个机会再吃个蓝屏，我又来了。对手好，又吃个蓝屏，先知表示呵呵，我闪电链还有，又来了，找个机会，哇，幸好小苦工这一波反应贼快啊，你还没有电出来，我已经钻了进去。那现在灵呱呱23人口，对手60人口，这人口高了不止一倍，对手兵临城下，灵呱呱怎么玩？对手我们看一下，这个矿还想开，马上要形成5矿打单矿的一个局面，灵呱呱被打得家门口都出不来了。好，先知找机会又想放闪电链，幸好这里把这个小口子给卡住，你进不来，治疗波奶起来，我的苦工奶起来，先知身上的话又有半管蓝了。这一波的话，灵呱呱真的是被闪电链，哎，深渊领主被对方狼心网了，会被留下来吗？这里深渊领主，好，对手想卡位，对手哇散发了一个老牛，散发老牛，哇，三英雄大战你两个英雄，好，深渊领主五级了，先知闪电链，小歪的话幸好有3个头环啊，否则这小神板会有点扛不住。好，现在一方是三级闪电链，另外一方是三级治疗波，攻一顿看看谁更猛啊，来，现在3个蛇棒手架，对手的话三级闪电链好放的差不多了。这个先知吃了多少蓝屏啊，闪电链真的是放了10000年。看一下这个输出啊，这一局的话先知已经打了24000的输出了，这24000有一半都是靠闪电链打出来的。好，对手觉得我得慢慢玩是吧，五矿打你单矿，我看你还能蹦跶到什么时候。那灵呱呱心想啊，不行，我不能在家里是吧，慢慢等死，我得找机会积极主动。好，果然看见了你小开矿，我得找机会把你的分矿给拆了。哎，这野外灵呱呱能打赢吗？五级深渊领主还是有点机会，吼一下降低对方的一个伤害。哎，这边我们看一下，靠这个蛇棒，这个蛇棒很给力，打对方的一个飞龙有点撑不住。好，猎头倒下，那现在灵呱呱完全就靠两个英雄了，但是这两个英雄很扎实啊，我有2级的一个治疗波，好，是2级治疗波，更正一下，不是3级，是2级治疗波，加上3级的一个蛇棒。现在灵呱呱几乎仅剩两个英雄，对手的话马上5矿打单矿，这灵呱呱怎么玩啊？那现在就靠蛇棒吧，拖时间把对方的分矿拆一波又一波。深渊领主的话既控了一波道具，可以控了一个单船啊，到时候方便撤退方便进攻。先知买了个隐身，买了无敌，对手的话钱很多，毕竟矿多。好，这里3级蛇棒，哎，这一波蛇棒可以发挥一下啊，把对方的小火攻给清理掉。深渊领主5.3级，这一波看看能不能靠杀农民慢慢整到5级啊，再整到6级。好，对手防守，哎，好，先知又去放闪电链了，灵呱呱赶紧钻一个地洞，哇，先知3级闪电链真的吗？哎，那这一波你分兵操作之后不一定能打得过我。好，灵呱呱抓紧一个机会，听说你喜欢去骚扰我，这一波的话趁对方先知不在，三级闪电链不在，赶紧赚点便宜，你跑我就拆你分矿。
那先知过来，自身的状态也不是很好了。林呱呱这边的话，已经三级蛇豹已经差了三根，马冲四根，四根神豹在这里那就是门神样的存在，对手冲不进来。好，林呱呱利用对手轻敌的一个心态，终于找准机会拆了对方一个分矿。对手的想法就是啊，我一大波部队守家，然后先知疯狂屠农，没想到玩砸了，玩砸了啊！先知不在，正面有点打不过。好，林呱呱趁势拆了对方一个矿啊，拆完之后那就四矿打自己的单矿。好，这个矿也采完了，林呱呱的分矿还有4000多块钱，对手的话这个矿还有10000多，好，这个矿10000多啊，这个矿还有10000多，这林呱呱好像还是很难打呀，怎么办？对手现在500多块钱，林呱呱100多块钱，对手刚才送了一波兵啊，刚才的话先知不在，来来来，我们看看接下来林呱呱咋整啊，现在部队人口还是很少，只有27，拆完这个分矿，对手哇四根水泥塔造起来，那对手现在觉得这小歪和深渊领主两个英雄等级起来确实给力，那我就造塔造塔，我疯狂造塔。对手现在由进攻转为防守了，哎，野外御剑，双方要不要拼一下？林呱呱一看对手人多势众，我还是先撤一下，我继续拆对方的一个矿。好，一看嘿，四根水泥塔我给你拆了，林呱呱大激光还是非常的不错啊。好，我继续拆，反正不能让对方的矿继续开起来，一般人看到对手那么多矿早就受不了了，但是林呱呱还在找机会。好，对手还是哎，你现在的飞龙效果没有那么好了，现在林呱呱的话有3级的一个蛇棒，三级蛇棒打你的这边的一个飞龙还是很强的。好，5级深渊领主一个人切掉对方部队中央，疯狂输出啊，这个分裂输出非常给力。刚才哇，你先知你将30000的输出，哇，深渊领主的输出后来追上，慢慢再跟过来啊，深渊领主马上也是16000的伤害。好，对手先知6级了，哎，6级先知意味着他的拆迁能力非常的强，果然他升了一个大招。好，他应该马上要进林呱呱的分矿放地震了，怎么办？林呱呱现在小歪没有打断技能，好，林呱呱还是找机会去拆对方的矿，不能让对方继续把矿给开出来。那对手的话看看现在先知的状态，缺点蓝，缺点蓝啊，蓝够的话可以去放个地震。好，林呱呱继续拆，不能让对方的分矿开起来，其实这开起来的话后面很难玩啊。好，现在对方3根水泥塔，这个输出有点给力，深渊领主也扛过，对手来了，先知大招，哎，好了啊，好，直接大招一开，哎，他的大招他用来拆你的一个防守，他没有直接大自己的一个小苦攻啊。好，这里狼骑直接打断，幸好有狼骑啊，这里有狼骑的话这个大招确实打不断。林呱呱派深渊领主来防守，然后自己的小歪去进攻，但是对手哎，这里还是有塔啊，塔有点多，对手非常谨慎，几乎每个矿都有塔，这没想到对手那么大的优势，分矿还是要造塔，打得真的挺稳的啊。好，林呱呱现在5.8级的深渊领主，我们看看能不能好的6级，六级之后这个节奏完全就不一样了。小歪现在赶紧回来，哎，深渊领主手太短了，不太好耗，还是回来吧，回来之后找机会跟对方打一架。好，现在林呱呱不着急，你把对方的蛇棒一根一根打掉，把经验值慢慢的攒，慢慢攒。好，小歪也到6级了，但是6级小歪并没有这身大招啊，他升的是3级治疗波，3级的一个蛇棒。林呱呱现在依然是单矿，而且单矿只有2000多块钱，马上要踩干了啊。对手的话现在嘿，说出来你不可能信啊，对手现在只有一个矿在踩了，虽然开了那么多矿，但现在对手只有一个矿在踩。好，林呱呱有机会，有机会啊！深渊领主，嘿，这里又赚了一个蛇棒的经验值，哇，苍蝇肉也是肉啊！只要我慢慢的赚，慢慢赚，终归可以到6级了。这边林呱呱拉了个小火龙过来，哎，林呱呱，好的，林呱呱也要开矿了，不能让对手一直开，我也找机会开。过来一看，真巧真巧，你来还想开矿，又被我抓着了吧？好，拆了拆了，我继续拆。现在5个狼骑很厉害哦。拆家哇，留人都很猛。好，这里把对方农民干掉之后，林呱呱可以这里扔一个矿出来。对手的话先知好像大招又好了，好，先知又来一个大招，这个大招的位置放的就很不错了，上来直接强拆。小歪回来没有打断，好，狼骑回来了，哎，对手有点怂，大招没有放完先跑，就怕小歪把自己给留掉。好，狼骑回来了，哎，先知这里有 TP 有 TP， 深渊领主5级很凶，这一波看看林呱呱能不能拼到6级。好，对手的话牛头冲击波，先知闪电链 AOE 伤害来打，蛇棒经验值赶紧一转，这边的话把一个飞龙往下来。好，经验值
训练了一周，5.9级了，差10点经验值，好，6级了。6级之后，大招一开，我们看看找谁？好，这个猎头大招，你选一只钓，马上要变成我的兵了。好，哎，猎头，哇，来，末日守卫，我出来了。末日守卫很多技能啊，不过呢，时间有限啊，这一波林呱呱要强拆了。嘿，我6级了，不一样了，狼骑一网，这里看看能不能秒英雄。好，直接秒一下对方的一个牛头，牛头真的是攻击窝，不是踩地板，可惜啊，没有空。这边先知想去 TTP， 能不能递，或者递个无敌也可以，没有递成功，哎，自己危险了。好，无敌一交。这一波的话，本来想救自己的兄弟，结果差点把自己给送走了。这一波的话，看看，哇，有多少根水泥塔呀？5根水泥塔，林呱呱直接抢上，可以。末日守卫晕一下，小歪我给你秒了，小歪也秒，先知我也要杀，这一波能三杀吗？能三杀吗？先知有 TP， 除非你交 TP， 否则你就得死。我们看看，先知好，还是交了 TP， 哇，这一波林呱呱打得非常的凶。那这个时候6根水泥塔也起来了，能拆得动吗？嚯，满屏都是对手的塔，这呱呱被塔射爆了啊，怎么办？先撤。好，深渊领主6级啊，看看要不去洗个点吧，洗个火影。你现在不洗火影的话，手太短，有点打不过。好，自己这里造了一个塔，哎，现在林呱呱钱很缺，没有多余的钱去造什么东西，是吧？先开矿吧，矿开出来之后再去买个重修之书。好，对方3级狼隐身，那这小古墓好像保不住了。另外一边的话，好，直接把你祭坛给拆了，让你英雄复活不了。对手还有1000多块钱存款。我们看看先知又有 TP 了啊，这一波又强杀吧，我们看看林呱呱这进攻欲望非常强烈啊，看到对手的先知刚才自己的忍辱负重啊，这一切我必须拿回来。哎，隐身狼一个人打两个。好，这边深渊里主小心啊，6级小歪3级治疗波满上，林呱呱还是想强杀对方英雄。哎，你先知居然敢跑出来，我们看看能不能强杀。好，贴了个加速跑，我这边靠地洞，靠这边的一个塔，哎，看深渊领主卡个位置，蛇棒卡个位置。好，先知被围住了，那先知只能交 TP， 在家里交 TP 没有牌面。那这一波林呱呱好像还不想放过他，哎，预判一下你的位置。好，你往这边走，我还是要强杀。先知再吃个血瓶啊，还是倒下。这边大招一开，又一个末日守卫来了，哇，林呱呱这一波杀疯了呀！听说你躲塔后面，我照样强杀。那这里拆对方的一个商店，祭坛拆掉了。那接下来我们看看，好，林呱呱也要开矿了。这一波看看接下来怎么整啊？目前林呱呱强势三杀对方的英雄，小歪的话啊，先回家补一波状态。家里嘿，主矿还有1000块钱可以采掉，这个矿马上要开好了，好起来了，你敢信？林呱呱一矿打5矿，居然又慢慢好起来了。不过对手这个矿不能开出来啊，对手这个矿出来马上还是要2矿打你单矿。那这边深渊领主的话现在没有火雨，哎呀，这6根塔太猛了，这搞不动啊，搞不动。小歪治疗波奶一口，那深渊领主的话，哎，有钱了啊，林高可以买一本重修之书，到时候末日守卫放火，我深渊领主也可以放火。好，深渊领主洗点了，3级火雨我来了，3级火雨直接拆塔，蛇棒可以防止对方这个矿开出来，然后深渊领主可以哇一锅端把对方的塔全给拆了，双火雨，哇，双火雨这个输出，6根水泥塔也是纸一样的存在，这一波双火雨输出确实给力。好，打完一半，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，赶紧走，小歪小心一点，这边治疗波奶一口，好，又是双火雨，我来了，哎，好，这个末日守卫被射掉了，小歪小心一点，深渊领主一个人在前面扛。哇，我拆塔照样还是很猛啊，那这一波6根水泥塔林呱呱直接把他们全部清理掉，哇，那林呱呱分矿马上开好，对手现在只有一个单矿了，对手的话重新造好祭坛，重新复活三英雄，这三英雄复活起来也太慢了，等你三英雄出来的时候世界已经变了啊。林呱呱这一局，哇，你敢信，单矿打5矿逆势大反转。这个时候看看林呱呱想怎么玩了啊，存款会越来越多，伐木机器人买一个啊，确实自己的木头一直非常缺啊，买一个伐木机器人，哎，对手隐身狼要骚扰了，
好，林呱呱这一波要反打了，对手最后一个矿，最后一个矿哦，他想三本转这个黑牛。好，深渊领主气急了，小歪也气急了啊，说气的英雄强拆强拆，火雨一下，小歪这波奶一口狼骑强拆，哇，这狼骑拆家非常的快，林呱呱站起来了啊，火雨一下，听说你想修，能不能修住？我们看看，哎，狼骑第四血拉开来。好，三级火雨，我当着你的面直接把你的分矿给端了。现在林呱呱有矿，对手没有矿了，你敢信？那深渊领主现在最喜欢你出来给我拼了，是吧？我气急深渊领主，一身神装跟我拼，你敢拼吗？好，我们看看现在的输出，先知还是遥遥领先啊，三万八，深渊领主也是三万了。再打下去绝对可以反超对手这个伤害，这一波对手有点上头啊，你以为你有黑牛就敢出来打吗？对方这个七级深渊领主输出太给力了。好，三级隐身狼五个伤害，这波小歪这波奶一口，现在两个人弱波战，但是人口方面林呱呱已经反超对手了，不容易啊，扛压了一万年，现在终于反超对手了。现在资源方面林呱呱夸夸的涨，对手的资源现在不是动了，没钱进了，对手的话看看还在等在自己三英雄复活。好，小歪复活了，这条波奶一口奶不回来，我照样把你给干掉。这一波看看，哎哎哎，三个蛇棒作为一个防守力量很强。好，林呱呱先撤一波，这个矿又是重新运营好了。那现在林呱呱单矿，对手没有矿，这个局势啊真的是变化非常的大。好，这里又有自己的一个基本盘，哎，买点药膏补个状态就可以继续往前走了啊。三头环的小歪，再加上是吧，这个将近看看将近五十多力量的七级深渊领主确实输出非常的高啊。对手现在有钱开矿吗？哎，有有有，对手要不要造个矿还是买东西啊？好，直接买迷你基地，人家还是很豪气啊，硕死的骆驼比马大啊！我即便被你打的就快没矿了，我照样迷你基地买600块钱，很豪爽，直接扔下迷你基地。对手我们看看，嘿，这个三级隐身狼输出有点高，但是三个小苦工一直修。好，这波对手三英雄集齐了，我们看看正式的一个较量啊，25、36，但是这个输出哇，七级深渊领主告诉你什么叫伤害。这一波直接围，然后大招一开，哎，末日守卫我又出来了，这一波要强杀了。看看双方的话，2-3、3-2，谁能笑到最后？先知交给一个无敌，这边先知交无敌，牛头怎么办？牛头开开倒下，小歪是8级。另外一边的话，哇，完了，你先知也要倒，先知倒，小歪也要倒，哇，最后一个完美的三杀，我们恭喜林呱呱这一局。一矿打五矿，决定大翻盘啊！确实是他本人年度最精彩的比赛之一。好，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，记得点击关注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